好啊，先阿伦，这一集我们要去谁罗店看热闹，谁罗店家前面广泽尊王香旗。广泽尊王香旗啊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广泽尊王。广济堂今天要开光两尊神像，老板讲到不要讲跑，哇，第一次看到。李龙新君呢？来，现在镜头转到转台开机樱花宫。转台开机樱花宫的公祭尊哦。
个降价说来就来呢。潜水要退家之前说，他们大哥要找到泡茶了，然后咻的一声他就退咖，神奇啊，真的神奇。现在我们要跟一位非常出名的明星合照，够出名了。今天有这么多团进香团，但是我来的时间点都没有遇到啊，你们弄啊。请他们的广德尊王来到专台樱花宫这边来那个跪龙这样子，因为太早了，所以我只买到这两条鞭炮，炮不好买，尤其是早上六点多金香铺真的没开，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有开的，就这两条，我们今天来恭迎圣驾。哇，永恒性格，请龙公，请龙公。三间广德尊王庙，夏陵的有幸宫，恭喜尊王。那个有幸宫的恭喜尊王。啊，这里是有幸宫，有时候拍庙会真的靠运气。我刚来有信宫这边，然后有一团进香团刚走，我都没拍到。啊，这是广泽尊王进香旗，先到这边，拜拜。